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。小猪佩奇，逛集市。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小镇上开了集市。大苹果，甜苹果，快来买苹果喽！奶酪，臭臭的奶酪。卖鱼喽，超级新鲜的鱼。每个摊位都只卖一类商品，苹果、奶酪、鱼。而狐狸先生的摊位什么都卖，小提琴、蛋奶壶、火箭发动机。佩奇和家人一起来集市上采购需要的东西。新鲜的苹果，我们想买几个苹果可以吗？你们想要哪种苹果？大的还是小的？红的还是绿的？我们喜欢吃起来爽脆可口的苹果。那你尝一个试试。好甜的苹果。请给我来一袋甜苹果吧。谢谢你。奶酪，奶酪。好吃好吃。乔治喜欢吃奶酪。我这里有一块闻起来气味非常浓郁的奶酪，要不猪爸爸你先来闻一下它的气味如何。那块奶酪的气味直接把猪爸爸熏得晕过去了。哇哦，这个才是我说的味道浓郁的奶酪。这奶酪很棒是不是？好吃好吃。乔治就喜欢吃臭臭的奶酪。那我们就买这一块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你。卖鱼喽，超级新鲜的鱼。我们想要买几条鱼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这儿有鲑鱼、黑线鳕鱼、青鱼、鱿鱼，你们喜欢哪一种？看起来都很新鲜。要不每种鱼都来一条怎么样？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一个美味的鲜鱼派了。鲜鱼派好吃。给，拿好了。非常感谢猫女士。鱼、苹果、奶酪。这里是狐狸先生的摊位，还有香蕉、电动工具、手提包，我这里什么都有卖，你们想要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们的东西已经买好了。我们买了苹果、奶酪还有鱼。哦，你们为什么不先到我这里来看看？这些我都有啊。你还卖苹果？我敢保证你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苹果，全都是木头做的。用木头做的苹果吗？很棒是不是？可以永久保存。你们还买了什么？奶酪。奶酪？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奶酪。我怎么闻不到它的香味？因为它们全都是塑料做的。塑料做的奶酪？对，保证可以保存一辈子那么久。买一个加送四个。不用了，谢谢狐狸先生。你们还买鱼了是吗？我可以卖给你们一条更棒的鱼。我们不要塑料的鱼，谢谢。这不是塑料做的。好吧，好像是塑料。这是一条很好玩的玩具鱼，你看它会唱歌的。你只需要装24节电池。哦，这条塑料鱼真的好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买吗，爸爸？不行。求你了，我们可以把它买回家，然后让它整天给我们唱歌。很抱歉，佩奇。我们家里不需要一条会唱歌的鱼。那好吧。谢谢你的推荐，狐狸先生。不过我们想买的东西都已经买好了。你们肯定还会需要点别的东西的。要不要买一个古董陶瓷花瓶啊？它永远不会被打碎，因为这个是用塑料做的。花瓶的确很漂亮，不过我们真的什么都不需要了。哦，下雨了。不用担心，我这里有好东西。我这里有雨伞卖。吼吼吼，这些我们买了。是的，请来四把雨伞，谢谢。狐狸先生的摊位什么都卖。你们看到没有，想买东西来我这里就对了。是的，谢谢你，狐狸先生。还有最棒的一点是，活动仅限今天，买四把雨伞免费送你们一条会唱歌的鱼。哦，太好了。佩奇喜欢逛集市，大家都喜欢逛集市。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千万小眼睛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